大夫，孩子没事吧？孩子没事，具体的细则呢，我已经跟孩子的父母都交代过了，你们出去聊吧。啊，下一位。干嘛？瑞瑞不疼了。孩子父母。不是。瑞瑞，跟干爸走，快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误会。 思涵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今天不好意思了，没照顾好瑞瑞。没事，班长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没照顾好瑞瑞。嗯，你的那篇推文我会记得的。我先回去了。嗯，路上注意安全。瑞瑞，下次见。好。你坐副驾。